向爸爸打小报告。我没有，就是你那个野种，自从你来了以后，什么都变了，就是你。你到底想做什么呀？啊！我问你到底想做什么呀？我跟你说话呢，我才是受害者，你干嘛是那个样子？你怎么了？你在这等着，我去把水关了。你看着我干什么？没什么。你杂志拿反了。
你算个账，今天的责任你全权负责，修理费490，扳手30，生胶带10块，弯头20，水龙头35，水管53.23，钳子15，一共是653.23。知道了。这些东西就明天再收，但是你也得帮忙，瘸子也得帮。Burgundy color네요. 부회장님은 Burgundy color가 참 잘 어울리시는 것 같아요.